九龙区再有新盘加入推售行列，介绍业集团016-38等合作的长沙环怡雅，作公布首张价单推出30伙，折实平均尺价19,658元，贴近同区一手市价，折实入场费由385.13万元起。介绍业海外客户及营销部助理总经理黄善清，首批单位中开放式及一房户分别有19及11伙，实用面积介乎212至294方尺，其中尺价及售价最低单位为5楼医室，实用面积214方尺，折实尺价17,997元。他形容首批单位以震撼价推出，疫情期间开价有折让，日后加推具提价空间。项目展销厅及示范单位将于今日下午6时正式开放，销售安排将于短期内公布，预计最快下周推售。中原陈永杰认为，疫情下个别发展商仍勇于开盘，项目首张价单全数单位折实售价低于600万，当中19伙折实售价更低于450万元，符合现时市场需求。而该盘入场费更属市区过去一年最低，相信首张价单可沽清。同时，信和置业00083等合作的旺角山东街新盘，正式命名为温 SOHO， 提供322伙，主打一房户，市场估计最快明年初可开售。至于新盘认购反应保持不俗，恒基地产00012的尖沙咀本木，继首轮销售单位沽清后，今将推出32伙进行新一轮销售。发展商已于昨日下午截止接受认购，共6,338张入票登记，超额认购近10倍。油塘惠南东岸次轮销售共6近4,800张入票。